今天王喜走二环的去吃饭，三哥说弄好吃的，没啥东西的，整两把粉。今天晚上好叫我来吃，啊，一起聚一下。大家也说好久没有看到我二娃子了，今天又去看一下啦。二娃子，三哥，弄啥子好吃的？我让娃儿去吃点先。哇塞，巴适得很喽。二娃，二娃子，二姐来了都不喊。你在学习啊你啊？说啥呀？哎呀，那是。你说啥子呢？不行，你要说我听听都没有。明天怎么来嘛？听没有？你下班回去来读书了。哎，这不干得很的吗？就是啊，我要多泡一会儿这些。我别吃了，你就是你这块看来的巴适的。可以。看有胶劲儿回的胳膊上。还有这个模样，要不你还给不给？不给。哎呦，你在这，我们也值钱了，行吗？平常你请客的嘛。要不你这客气，我加上给你兄弟。哎，六六。那慢慢去。慢慢去，到你老师回来就吃。我一百块都，再给我片儿都。现在真是庄严乖了。你说我青春年少了，差不多我都喜欢。给我弄半天，我就没输，外输了一单。我二姐，可以开吃了。鸡蛋，哇塞！鸡蛋大不大个呀，宝贝们？就算给拿嘛，等一下，让小去。还吃不是吧？你这弄啥子哦，三哥？弄盆子噻，我老张我的鱼子豆腐酱，弄肉不？烧，过点汤好像多烧点。现在先烧点那边。因为芹菜纤维比较重噻，多煮一会儿芹菜要煮泡，才吃得出芹菜的香味儿，才吃得出芹菜的。但我也是没洗脚喽。用东西吃我也中午没洗。一定要洗脚喽。为什么？生抽去鲜，然后老抽给上色，颜色要好点才免得我。哎呀，你解说那么好，不是都是为了一个字吃？吃你看吃的巴适。有点牛呀，这个。这个烧粉儿的吃法多得很，为什么？吃法多得很。按照传统那种吃法，芹菜叶叶为什么最后下？这个鲜味来得很。再冒点青椒。好，坐了，开干。哎呀，就等到你了。来了不？现在你辛苦了。我不辛苦。慢慢坐到去。我没看完了，就那八个。但是我还没有包。你没包。来嘛，想啥喝点啥子？那么先问你什么？它加粉啊，滋味。这个是加啥子粉儿呢？嘛，你是啥子粉丝嘛？粉粉。烧的。这是娃儿结的嘛？娃儿结的。二娃那个馅儿嘞，有肉末。萝卜的嘛，有味儿。又鲜。二娃子，要改天饭了，要喂了喽。我留了啊。喂不？有点汤下去感觉。对，一点馅儿汤，加馅儿。三哥，叫我吃生日不？两个孩子，头一回见到你给我吃饭，对吧？可以。这个名字到我吃饭我都比较的倒数。二是我们重庆吃的话，我们两个人干大伯那么吃。还有几种吃饭，哪天我又教你嘛？要的啊，可以，我又来吃饭就是。